Personality 是一家于1992年成立的咨询培训公司，它的主要培训内容有领导素质培训和公众演讲能力培训。Personality 拥有自己的培训方法 Media Acting， 它能够在公众场合帮助领导者从容自信地在演讲台上进行公众演讲。 Media Acting 汇集了多领域的传媒专家，他们将自己的特长融合在一起，为您带来专业的培训。比如说，导演和形体教练将指导您演讲时的站姿、手势；歌唱家、演员将指导您演讲时的声音控制；记者将培训您写作及信息传达能力。Personality 的所有课程不仅仅能够用英语和法语进行教学，还可以用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进行培训。我们的培训形式强调20%的理论知识与80%的时间练习相结合。这种领导素质的培训在欧洲已经非常流行，像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电气专家阿尔斯通、石油公司道达尔、食品公司雀巢等都是我们的客户，许多企业与我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近年来，中资企业在欧洲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与欧洲企业合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而中国领导者在与欧洲人进行商务谈判或者在欧洲人面前进行公众演讲的时候，一定有许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公众演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面对不同文化的观众进行公众演讲更是一种挑战。为了攻克公众演讲这个难题，不如来到 Personality， 从这里开始从容自信地站在演讲台上，展现您的个人魅力。